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啊，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当下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为各位阐解《金刚经》啊，《金刚经》的解法，到民国的时候有800多家在阐解《金刚经》，到现在来应该有1000多家修行者、修行家在阐解《金刚经》。包括本人在阐解《金刚经》，各有解法。啊，《金刚经》的解法有84000个解法，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说谁说了是，谁说了非。是是非非者，即是生是非的人，即是没有智慧的人。你今天爱假空嘛？啊，他说你假空嘛，身体会不好。有时候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副秘书长严立法师，台中道场的住持严立法师，他的爸爸呢，啊，80多岁的时候头会晕，啊，到南竿啊高尔夫球场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啊，那有几位医生呢看到他头会晕啊，好了，医生啊，医生啊，你回去去吃空嘛就好啦，一个吃空嘛不是头会晕，不是啊，吃空嘛它里面油脂分解出来的会通打通你的小脑某一部分的血管，打通了，所以他回来球不打了，回来到草人呢，啊，假空嘛，假假后牙啦，到快90岁还是蹦蹦跳的，所以你说谁是谁非，不对的，哦，那有的说，哎呀，你这个要吃什么才会好？比如现在食品营养的那个店啊，我去看哦，要买一个小小的维他命 B2， 啊，因为嘴破，啊，舌头破，只有讲维他命 B2 的就可以1瓶25块，很便宜嘛。结果去了做生意，当然要赚钱嘛。他说那个不行，那个都过时了，啊，我们现在有更好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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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他命的，那吃了才会有效。啊，一瓶多少？580。哦，那才会有效。我们看在钱的面子呢，嗯，可能是过时了，就去买580的回来吃，吃了3天水叫滑。后来我去呢，又去那个药房，我就给他看，哦，另外有更新的。我看你的臂上搞烂
要拿一瓶1200的，我说24块的就好了啦。我后来要24块的，就拿了小小的瓶的24块的。我家里家人讲啊，好呀啦，我就是找那个老板，老板谢谢了，24块我买一罐啊嘿。伊讲怎么样？哇，嘿，奇怪，便宜了有效，贵也不好。所以那边的老板是很老实的老板呐、啊。哎呀，罪过罪过啊，拍摄呀，张先生有关六亏哦。说你问了药品有没有开了？我说吃快光了还没有开，不然他580要退给我了。这就惨了，想。所以84000个解法，我们的身体病有84000种的病。你看医生多厉害，多么伟大啊！药剂师也多么伟大，研发生物科技的多么的伟大。所以世间，你们来到世间，就有84000个课题给我们来体验。给我们考验所以佛呢告诉说不应住受生心，不应住受生香味触法生心这就是道理，说世间的万法太多太多太多了啦，我家也闹晒，我家的也不一样这个都是世间，我们来到世间走一趟，我们的灵性投胎到世间上来，有这个身体以后我们就会接受到各种的考验而体验，接受各种的磨练而让我们能够有所增进所以老祖叫我们凡事要善解，要光明面的善解。好，刚才我跟你们邱师兄邱显熙每次共修他都来照顾我我说你有没有这个灯，有没有点灯，他没有了，以前有现在没有，因为久了就不必点了啦久了就不必点了一开始来就很热心要点开始的有点的，女儿嫁出去，儿子也娶媳妇进来了嘛现在儿子女儿都成家了反正呢两个人，我们两位的老夫妻了，也不再嫁也不再娶所以就不要点了，没有关系我你儿子还要生孙子生你的孙子你不生，你要再点两趴的话，儿子跟媳妇点着干什么，求公子快点来光明这个点表面你看一小小的灯，事实上遍照宇宙虚空所有的心都被光包容了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修行的道理那么你点好了你作为公公的做爸爸的你点着灯的祈祷供养你的列祖列宗，不要你们不要以为我的祖先现在在美国那么远呢，很近呢，在我们心中而已因为我们心有多大，大无其外嘛，细无其内，那点一盏灯来供养法界也是供养你的生生世世跟你有约要来当你孙子的，他就可以找到方向，噗嘣的，降落出生，哇，在这里哦，呼呼，在这个家还不错，有财产，都不必赚，找到禅机啊，所以《金刚经》你就是体验生活嘛，生活体验嘛，那我们大家平时你到庙里面或是在家里佛堂。你不妨可以点个
这个灯，元神灯，在家里点个元神灯，尤其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老人家家里有佛堂的时候，你不妨多点这个光明灯。那么有人问我说，哎呀师父啊，我那么用插电的比较方便的，不必说每天换流。嘿，宝贵在贵在你每天很诚心的换流哦，那不用注受生心注执着说啊，我不要换流，这样来会比较好啊。换流呢就是比较麻烦，那就注了，注就执着了啊。你把执着放在心中，你太多的执着在心中的时，你永远就放不下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老菩萨啊，他呢啊肝有问题啊，肝不好啊，来找老祖啊。我说老菩萨啊，你肝有问题，我教你一个方法。你说方法什么方法？爱钱吗？我不用钱，爱时间，要时间，钱自己赚。那怎么赚？可以赚多少？我问你，我一天你要开多少？我现在一天要呢去买那个干的，特别那个很特别好的，一支呢4500到5000啊。啊，你跟你谈。哦，我的右手压在干的这里，两手夹住呢。啊，你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眼睛闭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把阿弥陀佛请入你的肝。请求这一尊一尊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就入去；南无阿弥陀佛，就入去。请啊，直直念，啊，你就永远没有事做嘛，你就修这个法的话，念南无阿弥陀佛的。第一天，哈、啊，他就有时间就念，念一面规面拢没可能啦，因为肝不好的话很容易睡嘛，结果。自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来补充能量。一面刷面回来就去还路，第二天又赶快跑上来了。师父啊，我昨天晚上都没困呢。我想了，我这眼睛两分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啦，结果规面拢刷面困呢。啊，你有发现过有人去入来你的领导哦？有啊，我发现我这有阿弥陀佛一尊一尊坐安那，都第二级别，第二级别啦。入去肝内底，啊！伊都惊着，入来都坐惊着。哦，你有昏了就来，肝的白膜它就跑掉了啦，又安尼咯。对呀、啊，哦，所以他就是练到他第七天嘛，啊，到第七天的时候，他这种接的念，啊，这看电视。啊！你看电视，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厝的人拢在看电视陪。念我，哎呦，阿母啊！我念阿母啊啦，是安那阿母啊？伊讲，伊看内底佛祖拢一尊一尊入面，哦，入面咯，哦，在遐在烧钱，肝病伊啦，我感觉肝病伊啦。哎、欸，那个气很强，好多肝病去。啊，就一直一直就好啊嘛，啊，所以就好了。去问看医生，医生个叫问，哎、欸，医生阿伯你食啥啦？我食阿弥陀的药啊，阿弥陀药是要对疼啦哈，家己疼，我拢家己疼。哦，迄张老师迄舒服嘎嘎的，一转好就买药活跳跳，伊90几啊，嘛活跳跳。哦，所以一切法你爱要用，要用意啊、哦！所以咱人啦、啊，啊，一定爱有生信心。阿弥陀佛就是水无量光啊，无量根啊，啊，阿弥陀佛是水无量寿啦，啊，所以无量寿无量光，光那根起来是细菌、微细菌。
啊，你只在看了变的弄啊啦，啊，所以你得爱靠家己而念嘛。观世菩萨家开说，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所以各位同修，你哪为歹？你嘛家己记得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观想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做大尊呢，里面来这些呢。一直刻一刻，像这经来刻袂落，咱只这经刻差不多千五个啦。啊，哪个即摆坐袂落？啊，有在处理嘛？啊，在找路处理啊，开一家空都好处理啊。啊，继续请者，你别个小塔坐袂落，砰者无量光啊啦！哎呀，妖魔鬼怪走了，你走了了呀啦，病就好了嘛。我拢爱有信心，要有恒心。啊！莫讲，哎，我那我有家念嘛了，我有跟他念了嘞，那无欠你念嘛，对不对？这要有智慧，不用自受身心。啊，自我哎呦，我有个跟他念了啦，黑龙错去啦，要无为无为法，啊，师父把恁传来，恁得叫恁做。好，简单处的人，老人说有啥毛病，你就叫安尼念。那就好了嘛。王禅老祖，恭祝王禅老祖圣。啊，草屯，啊，这里，啊，那就老菩萨，我跟你讲啊，岳母，光癌，医生甲讲，剩不到三个月，哈哈哈，我认真念，地藏菩萨就好啊。地藏菩萨南无地藏菩萨，啊！伊就开始记下，就一日念，一日念，过加食八年尔啦，过食八年，啊！到有一天呢，啊！伊个发觉啊，时间到，好好转去啊，八十多岁了嘛，啊！才个啊，个囝查某囝看，再见嘞，我要回去了，真正发再见回去了，走了。人要思想不简单。啊！人问我你修行要创啊？修较好死嘞啦！安尼听无？修行修较好死嘞！啊，唔是讲绑着跳楼嘞，就较好死嘅，下无一定会死嘅。哦，你若绑着跳楼嘞，面歪歪个死未去，你就知。哈哈哈！所以，咱来到世间，投胎来，大概拢是如来，愿者如来真实义，你要解。啊，如来，什么叫如来？咱的本性啊，来世间也遵实义啊，为来续缘啊。有如啊，咱阿婆啊，未来世间投胎来呢，就是火熊血肉所来做阿婆的。我们在天上界，你说啊，来生什么时候我有机会投胎地球哪一个地方？啊，伊讲啊，我蛮落来。啊！我咧你落来吼，会记哩。啊，我会做你翁婿，啊，我会辅导。啊，你做我的老婆咧，爱甲纠正，啊，爱甲约束，卖互我行偏去。啊，以后我死了才会好死啊，意思安尼。所以太太就跟着下来了啦。啊，下来了咧，啊，当然某会管翁管较严嘛。哦，啊，翁你都后尾去世啊，我走给你做啊，跑给你追啊，嘿嘿，这个都是人生在演戏耶，啊、哦，殊不知那就是讲大家有约在做翁阿婆嘛，啊，做儿子哎，要做囝哎，有约来世间上做什么？哦，要来好，来，我做你的儿子，啊，你做我的老爸。但是一个条件，天上界就有约了条件，啊，来到世间，我做你儿子，你要把我教育好，啊，要把我接近你的佛门，好好修行，啊，以后回去再会我嘛。那么好了，那条件，我做你的儿子，啊，要条件，我要给他上九山，送回山头。上上山头，跟伊带啦，听无？跟伊带啦。哦，大家下来就当别个囝嘛，母个囝。
哦，这是拢有这个因缘啊，天上界、天上人间、人间天上，拢有这个约束，所以咱拢唔知影来到世间，别个囝结冤仇啦，啊、哦，母个囝结冤仇啊，啊，这问题都是夫妻结冤仇，啊，真的，世间真是可怜啊，都忽略了，咱拢是如来来。如来如来，结果如来拢是如来小字啊，字嘎嘎啦。啊，你听无？咱在座这字有几个？有几个这如啥如啊菩菩萨啥？啊，这拢是过去的啦。哦，咱今天修行以后，咱来珍惜情缘。哦，这是咱个人在天上这要不如来时，所以。释迦牟尼佛佛祖呢，佛陀一再讲《金刚经》，告诉各位来世间，你们不要住受生心，受有八万四千个法门的色界，八万四千个烦恼来生心啊，也不要把所有的你看的什么矮的龙摸来横拎刀等等呢，你无空间啊，为了这些代志，这个红阿婆。规家伙仔来去冤家，也太多了啦！哦，曾经咱一个老信徒，啊，伊就去大陆买一尊佛祖，啊，买一尊佛祖呢，足水哦，陶瓷的。但是宗教信仰不一样啊，啊，老婆是信上帝阿婆的嘛，啊，咱这夫妻老公哎信。咱的道家跟佛家中心啊，啊，结果回来为了宗教不理念不同，常常吵架。啊，有一天呢，啊，因太太呢吼，足生气的啦，哦，这老公足无理的，迄、那个佛像在个向我发偏执，吼、哦，原来对老公足无好个啊，偏执来这了，竟然金马甲鬼来个啦，金马甲鬼来捡在吼。啊，老公啊，您的神有够慈悲了，炸钱当好啊呢！我的上帝足知啊，何况是叫我爱嫁你，就是安尼哦。就是老公，伊会去摸迄尊佛像，当然内底带了，你知稍微一年啦，蹭一个金马甲伫内底，爱个摸当然啦。啊，相反，冤家相反。啊，才去找到这金马甲，翁阿婆感情才转好起来。哎、欸，这是什么感情的啊？啊，两阿婆都来问我啦吼，我这吼也许吼，迄、那个金马甲嘿落在不好的人手上吼，就不好，还好在你夫妻哈。啊，那么你们既然安尼另有天命来发现这个金马甲，好，恁安尼。好花想恩爱啦，哈、哦！因为我们看了金马甲，完咱一定会恩爱。这就是人生嘛，啊、哦！所以不用注受生心，你说这接着的，嘛不一定好，嘛不一定坏，啊、哦！你如此保持中道，怎么保持？要修佛法，要知一切法，那么你才会过得心安与住在的啦。祝福各位。Thank you.